臭豆腐是台湾非常特殊的美味料理，有人深深迷恋，有人却敬而远之。在台中自由路上有一间花莲瑞穗臭豆腐，每到用餐时刻都是高朋满座。为何在台中却叫瑞穗呢？原来老板的阿公阿嬷原本是在花莲瑞穗卖臭豆腐，后来传承给第二代，然后搬家前移来到台中，老板就决定店名继续沿用第一代的店名，也算对父母的一种感谢。金黄色的臭豆腐个头不小，上桌时都淋上调制过的酱油膏，桌上有蒜蓉、辣椒，可依自己喜欢的口味添加。一旁的台式泡菜酸甜爽脆，好滋味，与臭豆腐十分搭配哦。刚炸好的臭豆腐十分烫口，千万小心不要被烫伤了呢。